Hello， 大家好，我叫王谷长青，法国跳蚤淘宝。今天又是一个星期天，去了一个大的跳蚤市场，当时没找到什么好的东西，今天就都是一些普通的东西铺平，大家展示，还是不理想吧，没有前次的东西好。今天大家就看一下，就大家欣赏一下。首先是一对近中期的豆青釉的一个粉彩的草丛花卉的一个小供底供旁，那个很小的一个，大概在8公分左右，东西还不错，豆青釉的一对，看一下，这是一对供旁，一大堆的盘子。今天这一次的一个雍正时期的一个出口子，一个盘子，牡丹还有牡丹花卉的一个冻死栏杆的一个盘子，尺寸大概在20多公分吧。来看一下，还有三只是一样的，三个青花釉里红的喜上眉梢的三个盘子，三个尺寸大概也在20多公分吧，三个。有一个稍微小一点点，年代大概的也是在清中早期的时候，就是一大堆的盘子，还有这只是小的一个广彩的，也是清中期的广彩，一个小碟，反正这些都是太普了，找不到什么好的东西。今天这些都是晚清民国的，都是太普通了。这两只稍微的大一点的，四季花卉的，这一只好像也是草丛种树，这张画的乱七八糟的，这么多盘子。这一个锦菜篮，明末清初的一个锦菜篮，但是它有点碰了一下，有两个多地方碰了，不是全平，是明末清初的一个景泰蓝的一个商品。最后一个创会期的一个化妆盒子，上面的铜件，可能是创会期的，好像不是东西不怎么老，不是老的，是创会期的一个。这里面是绣玉，是里面的有三个抽屉，打开，上面是双喜，这两边都是绣玉镶嵌的铜件，木头可能也普通的木头，但是里面的好像。一个抽屉里面住的还是蛮不错的，还是挺精致的化妆盒子。反正主要是今天去没什么东西，找的东西都不理想。好的，谢谢大家的收看，谢谢。